Hello， 美女，需要帮忙停个车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应该是感觉到你有困难，所以我就不由自主就来了。你以前说话也这样吗？应该是只对你这样。哎，你谁呀？来，你过来。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借车就为这？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不说你没男朋友吗？我是没有男朋友啊。不是，你还没有男朋友？你车都上你车了，还不是你男朋友？那这是谁啊？哎姐，他谁呀？啊，这是你弟弟啊？嗯。啊哈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。那个叫姐夫就行，那个不用见外啊。你看咱小舅舅来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来，小舅舅，来，姐夫给你说点事儿了。来来来，小舅舅，那个她是你姐啊？是啊。亲呢？对啊，你有事儿？哈哈，没事儿没事儿。你看啊，你来，你姐也没跟我说一声，姐夫啥也没准备。你看这，你这把的，你拿一下来，你给我拿一下手机。哎呀。哎呀，拿着拿着，这姐夫一点心意啊。你们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姐夫人不错。叫什么姐夫？别瞎叫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就叫姐夫，随意点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这车你开着吧，以后谢谢姐夫。没事儿，以后别老麻烦你姐了啊。